什么花啊？这个和那个紫色是同一个花吗？梨树，现在那个梨子吗？梨子的梨吗？是同一个梨吗？那这不会有果子吗？我想吃。哇，这一家好看，这一家很现代。现代也是 modern 的意思的吧？那它不是还有另一个词吗？摩登。摩登。哎，昨天我刚学一个词，是什么来着？前卫，就是很 fashion， 很跟着时代的那种，对吧？前卫，我觉得我比较前卫。Cool 前卫是形容词吗？眼睛还两个颜色呢，这么奢侈吗你？嗯，这么神奇吗？我舒服，哇，舒服。嗯，来，这样。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小声一点好不好？好吧。我好胖啊。这太可爱了吧！哦，太不准了吧，这个太不准了，唱不了歌，唱不了。这个不行，放这儿就好了，不用弹。它，我刚做完的。请大家尝一尝啊！哦，还有味道啊！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？然后就拍 MV， 然后就有营养。怎么说？可颂，可颂，可颂，就感觉很香，闻一下，闻不到吧？哈哈哈哈！走了。